中华民国宪法哪一条规定有放不放就不能放东西？做的不是不能放，那是给人做的。你也可以，你也可以拿来放，你也可以拿来放啊。我现在想做啊。你非有要坐这个位置吗？我现在没有位置坐，那边都没位置。当然有啦。我们这样国外就不能做，不能放东西了。不能放东西哈，你哪一条法律有规定说国外就不能放东西？可不可以啊、中华民国宪法哪一条规定有放国外就不能放东西？做的不是不能放，那是给人做。你也可以，你也可以拿来放，你也可以拿来放啊。我现在想做啊。你非有要坐这个位置吗？我现在没有位置坐，那边都没位置。可以啊。中华民国宪法哪一条规定有放国外就不能放东西？做的不是不能放，那是给人做。你也可以，你也可以拿来放，你也可以拿来放啊。我现在想做啊。丢不丢脸？那么老了，真丢脸。我抓的是那不要脸的事。就是消费，不是你的小孩子，你骂什么骂？我这么骂了？我有什么骂？骂什么骂？我看不下去了。你看看这么好的人，你怎么这么好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别报警。新闻的事才有啊！你这现实发生丢不丢脸啊？我没有做害羞的事，你我也没有做受贿的事情，就是消费，不是你的小孩子，你骂什么骂？我这么骂了，我有什么骂？骂什么骂？我看不下去了。比你年轻的，你骂什么骂？干什么事啊？你看看这么好的年纪，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别报警，别报警，你要上不上啊？报警。我在这里上车衣，我看一下，要不要走？跟谁啊？要警察。给你做了，孕妇小孩的，这是不爱做，不要这样子，留给老师。要年纪大就遇到会，没有，这年纪大就，这本来就是这样，应该这样，应该这样，有需要就讲，不是有需要这样，而是应该这样。他年轻人不该占着老人家的位置，这个位置给老年人或者有生育不带小孩的时候啊，什么有不一定是一定年轻人就不累呀、啊、累也会累呀、啊、累了也需要做、啊、你不累要故意要跟我抬杠好不好？不是要跟你抬杠，这个位置是给人家让位给你做了就不要再感觉这样，这个是一个重要的礼貌观。